恭喜上周中奖的小可爱，快私信领取你的1688皮肤吧。喂，你到哪儿了？不是说好一起来蹲草丛的吗？路上路上，马上就到了。哪个地方的路上？王者大陆的路上，不然还能在哪儿？所以那是在哪里？哈，你是在问我吗？我也在跟你讲电话，不然和谁啊？哦，我这马上就到了。快到哪里了？快到防御塔了。哪个防御塔？就是出门直走的路口，边上有野怪的那个。你是不是没啊？喂喂喂，我这信号不好，我马上就到。喂喂，你说清楚啊，你到底到哪里了？喂，哎呦，竟然挂我电话，气死了。骑上我心爱的小猫。喂，你到哪了？在去的路上了。不要说路上，给我发个位置啊。干嘛对我大吼大叫？我现在已经到三岔路口了。哪个三岔路口？下路的呀。实话实说的话，下次有蓝 buff 就先给你。马上出门。啊，喂，到哪了？哦，在大龙旁边了。那你让大龙接下电话。你在说什么鬼话？大龙怎么接电话？啊，我让你换大龙听。啊，等着，你过来一下。阿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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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小妲己啊，好久不见呀、啊，有空过来玩啊。大熊，你露馅了。妲己，我马上就出门了，你再等等我，买双鞋就马上过去。安琪拉，我信你个鬼啊！你们这群鸽子精，既然如此，一开始就别约，又不是一次两次，你们搞毛线啊？有哪次团战你们是准时到的？他喵的，怎么能没有哪怕一次是准时到的？以后再跟你们约一次，我就去单挑主宰，与主宰同归于尽。你们这些简直浪费青春的狗崽子！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，每周送出一份1688皮肤哦。